去哪儿？哎呀，大家觉得还行吗？好看。闪亮皇冠。啊，你要给我加冕吗？我可以，我现在穿这么快，这么帅。可以加，可以暂时加冕，然后自己把它摘了。自己把它摘了。哇，好适合哟、啊！这个衣服有点暴露。穿好衣服，妈妈不允许，大头不可以，妈妈不允许，小精灵穿。你在笑什么？是听怎么不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想我生日快乐啦！没参加你的生日公演，太不称职了！太不称职了！你想要什么就跟我说，我一定满足你。拿心比心 ，biu biu jiu， 要开心哦！张佳宇，这个放我鸽子的女人，祝我们头头生日快乐！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心灵与你同在，波波。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快乐快乐，敷衍。天哪，三妹，洛杉矶到上海的一万公里，隔不断我的思念。西八区到东八区的15小时，晚不了我的祝福。祝小精灵生日快乐。笑匠，花匠，阿里，笑匠，人家叫花匠，我不想。一脚踹开20大门，成功踏入奔三道路。接下来的一年要每天开心啊 ！SH48 成林艺人会，恰逢满月飞明镜，桃李出战小精灵。唯愿所为皆本心，山遥水远随君行。成林生日快乐呀！谢谢，谢谢大家。王小佳，你是不是要老花眼了？想要住进你心里。哇！你遨游太空里，走时光即可银河。这谁？这不会这是什么表情包合集啊？这是没有署名、啊啊，没有说是谁做的吗？嗯，会不会是那个？会不会是那个奶茶？那个后台给我做的奶茶的喝了奶茶回报？真的、啊，总感觉应该可能不是吧，我觉得应该是了，我觉得应该 是真的吗？现在只要每个人的生日环节都会有这个吗？没有啊，没有啊，不是，哎，这我有，奶茶不错哦。你在买呀？啊，谢谢。然后呢，有没有人想对我说什么？天哪，我现在脖子上好空，好难受。我没有想到刚把项链跳断了。我其实没有写信，但是我想构思了一下。我知道你每次都没有写信。对，因为最近比较忙嘛，你知道的，忙着睡觉，然后就是。你让我捋一捋思路啊，先找别人说。来，谢天一捋一捋。那个祝陈琳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快乐不要抢我的话，真是。Happy every day。啊，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快乐。对。刚才你觉得顺利吗？好像有点不顺利，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因为那个衣服项链也断了，刚刚一上场那个不是那个衣服，其实有个前面有个蝴蝶结嘛，就是自己打的蝴蝶结，它飞到了我的脸上，我万万没有想到它挡住了我美丽的颜值啊，没有了，就是反正就是很不顺利，就是老是被那个绳勾到，但是应该还行，没有什么，我们看着很顺利， 对, 对，你们看着很顺利是吗？那就好，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在后面快要叫破喉咙。谁呀、啊？我现在对，你看我是那种哑吗？是因为就是他刚在后面压头、压腿、压屁股，就是感觉你的身材特别好，然后刚刚跳舞就看到我的腹肌了吗？没看到，没看到，看到了有吗？有吗？有有有有，不是刚刚在后面换衣服我就看到了，一条一条的，因为我瘦。为了这个生日公演，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一口饭，对不起爸爸。来来吃蛋糕，对，吃蛋糕，请慢用。就是为了这个腹肌。齐静构思好了吧？一件衣快演。构思好了吧？其实我刚刚没有仔细的构思，那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嗯，你随便说吧，没关系。对，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大 MC 也说过了。然后到什么时候了呢？我也，哎呀，以后还是应该写个备忘录的。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说什么。但是因为陈琳是一个就是总是笑嘻嘻傻不拉几的一个，就是感觉好像一直没有什么想法的人，但是其实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顾虑，也有自己的苦恼，也有自己的烦恼。对，我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叫我大头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大头，我的头一点都不大，真的。好的，大头。再见吧，再见，我们没得做朋友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陈琳她虽然舞台上非常的光鲜亮丽，跳起舞的时候很碎，对吧、嗯、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够自信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台下，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也会比较在意别人给他的评价，你知道吗，虽然他好像表面上没有很在意，但其实他内心还是会被感，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被影响到的。其实我有自动过滤的功能，我可以只看夸我的不看骂我的，然后我就看一眼我就忘。对，然后但是就是我要说什么，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对，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因为就好像比如说你加入了734，我觉得这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光是作为你个人，也是作为我们 X 队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对吧。嗯，然后包括其实你去 FT 代役，虽然说我们平时我们都就是 MC 的时候会开玩笑说什么说什么陈琳你怎么又 TFT 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嘛，对吧。对，我今天开始鞋真的坏了，从明天开始我真的要穿 FT 的鞋上公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桃子，我的鞋真的坏了，所以我真的只能穿 FT 的鞋了。没事，你看人家过生日，你看都是我们队发的。对，我对 FT 很失望，我一开始还以为有谁会给我发个生日祝福，我还以为第一条，因为我之前就密切关注，我就看，哎、啊，所以这个是 FT 的人做的吗？没有来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名叫李星宇的人做的。啊？真的吗？我刚还想说我对李星宇很失望，李星宇都没有给我发弹幕，没有想到，你都没有看出来是吗？对，我一开始好像猜到了，但我又我都猜到了，我又有点想希望是控台给我做的，这样你不要感动，你看他说的，你的头那么大，你看他说的，对吧？然后反正就是不管你是作为小分队的一员，还是作为 FT 代役兼任的一员，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嗯、所以呢你不要因为有一些人的流言蜚语就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一段绕口令，你们听出来有有对，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觉得你跳舞已经很碎了，对，很碎，对，非常碎气。其实我原本没有邀请齐静的，我还是就是九分头，他本来想请九九的，是不是？对，然后我，但是因为你说吧，他当时没有，没有，我先走了。其实我有点累，我先下来，没有我要先下来。你看我接下来的环节我都没想了。你看我在，你看众多漂亮美丽的成员当中，第一个时间选择了你。这样子我们众多美丽漂亮的成员，就是我不是美丽漂亮的，你是就是没有漂亮，没有。漂亮，没有漂亮。对，然后就是想说，因为我之前看了你那个，那个，我就觉得你很性感。你刚刚那一声哇，开口跪，好听。我不会唱，我怕唱毁这首歌。我觉得你很性感，我觉得你有那个往性感方面的这个潜力。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其实。
然后我就邀请了齐晶来跟我一起跳刚刚那个啦啦啦的歌，就是比较性感，然后有比较力量型，就是身高上差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滚开。对。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你在舞蹈方面，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牛。谢谢谢谢。对。然后呢，就希望你可以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要知道你很棒，非常的棒，对吧？对吧？好。哇，爱你。没有写信都能吹得这么厉害，我真是厉害呢。嗯。其他的想到什么我再说吧，不记得了。你有什么自己想说的话吗？我其实我一直在等汪嘉玲给我打电话。汪嘉玲为什么还不给我打电话？你的电话，然后拿着给他，主动打给他。汪嘉玲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我对汪嘉玲很失望。汪嘉玲不会是以为他觉得他给我发了个弹幕，然后他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吧？那打给他呗。我看看。我想看九九和谢天一聊天。啊，没有没有，我打电话给汪嘉玲，然后汪嘉玲和九九啊，不是汪嘉玲和谢天一聊天。我要看了刚刚陈琳你的生日环节，谢天一跳的不错。我呢？啊，没有，我说九九是吗？不是啦，不是啦，我们刚刚在后面看。是汪嘉玲的眼里只有谢天一，没有我。我们有你就行了。好的，也是一样的，一样的。放你鸽子了，放我鸽子了，垃圾。你打给他吧，不，你打给他，他不一定会接，让谢天一打给他。我死了。要打吗？怎么那么要打吗？不打了吧？打呗，看他接不接，不接在哪？接多没面子啊！不接。哎呀，我到底汪嘉玲在哪儿呢？汪嘉玲，我试试啊。最近嘉兴路的这个信号不太好。对，汪嘉玲，汪嘉玲。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号码对哦，我也有，我都有。视频电话、语音电话、视频电话、语音电话。还有视频电话，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语音吧，切换语音电话。哎呦，我好丑。但是汪嘉玲在洗澡。接个电话。怎么可能，你不要叫这么大声，好像真的会实现一样。啊，你怎么那么兴奋？哎，我真的好像不会哭的样子。哇，好丢脸呗。没有声音。陈琳陈琳好丢脸。对方手机可能不在身边，建议请稍后尝试。结果一样。我给可以。汪嘉玲，怎么没了？我挂了，快开始你。我刚好像是我刚挂了。汪嘉玲接的0.01秒，他挂了，可能是信号不好吧。我再试试。没有网，只有谢天一的手机有信号。哎，怎么又不接我电话了？我对汪嘉玲很失望。可能是信号不好吧。因为他们好要事情啊，居然让谢天一打电话，这样我多没面子。我的生日公演我没有面子。接就接了没有？没有。哎，来了来了，汪嘉玲。你说话呀你！开免题吧，开免题了呀。喂，哦来了来了，好，快跟大家说声嗨。嗨。跟谁？你跟大家。什么？什么？啥？什么声音？怎么？汪嘉玲的喘息声。什么？跑步吗？汪嘉玲可能真的在洗澡。汪嘉玲，你在洗澡吗？神经病！我没有在洗澡。你在看直播吗？我没看呀。怪不得没给你打电话，人家都没看。九九，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我不是，我听我解释，我是要看来着的，然后吧，就是。我看就是反正就是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就先挑一下。我的生日环节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我跟你说，汪嘉玲到时候只看我们三个人跳舞的谢天一的 cut。 我跟你说，我不是，我前面开太早了，然后完事儿我就想着还没到，然后我想先推出去，然后晚点再点开，然后就过了，没点开。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点开，然后也不知道现在是我的生日环节。一个不小心错过了。现在到生日环节了哈。对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没有面子。我的汪嘉玲，你快挽回一下，该轮到汪嘉玲读信了。给你发祝福了吗？你看到我的祝福了吗？真心的。他果然以为发个祝福就好了。
就这样吧，我那么真心的祝福你，你不感动一下吗？好感动啊，王嘉玲，我真的好没面子，我现在想退场了，我现在。爱你哦，爱你哦。好的，我是谁？王嘉玲，我是你的谁？我的合法妻子。哦耶！什么？你再念一遍，你大概没听见。我说你是我的合法妻子。哦九分狗永不认输，爱你哦，波波，就这样挂了。所以他现在说肯定没看直播，拜拜拜拜。他是没看，好，拜拜拜拜拜拜，这样我就挽回我的面子了啊，拜拜，么么。哇，王嘉玲好温柔的跟我说拜拜哦。谢天一丢了他的面子，挂了之后，他挂了之后马上给谢天一发消息，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只是逢场作戏，你不要当真，我最爱的还是你。我不爱他。然后合法妻子，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大家觉得应该还行吧，还满意吧，我的就是生日环节满意，就不满意穿太多了，穿太多很有问题。干嘛了？我是说他的确很有问题，穿这么多，就是我刚刚在下面换衣服的时候，有人让我直接穿着背心上，就是披个什么披个马甲就直接上来，你就不听取别人的意见。我觉得你不用穿外面这件就挺好的。妈妈不允许。其实我也是很想脱的啦，又好热，但是哎算了，妈妈不允许，怕被马赛克，以后被禁，被禁了。对，就这次准备了，就是类似于就是四首歌这样，就是把那个爱的元气，就是一首很甜的歌，然后因为我的粉丝最近定下来名叫幸运星，所以我在众多幸运星的歌曲里面选了一首这样叫 Lucky Star 的歌。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比较嗨一点，然后可以让大家跟我一起挥手。对，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Lucky Star， 把这两首歌剪在了一起。然后舞蹈的话我选择了一首就是女子组合的歌曲叫啦啦啦。对，然后和 I don't like it 是 S 队的啦啦啦，不是不是不 是, 不 是, 是那个一听就不是嘛，对吧。然后和一首我不是你的女朋友好像这样的一首歌剪在了一起，就是一些地板的动作，然后对，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东西，地板动作。对，然后还跳了一首男子组合的歌曲，因为我觉得中间那一段特别的性感，就是那段间奏还有摸腿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跳出来的样子。对，就大家只可意会啊，所以就是对，就是两个月前就开始想了这个东西，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对，那怎么了？干嘛？抢戏，居然抢我的戏！再来一遍啊！我还以为他摸腿了，怎么的呢？对，然后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喜欢吧，因为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 part， 所以我就想跳给大家看。对，希望大家喜欢。耶！李星宇给你打电话哎！啊，李星宇给我打电话。我看接一下。拒绝。不要这样欺负人家了，接吧，特许你接他。嗨，啊，有，哎，等一下，想，李昭发出了质疑，你今天是什么？你说吧，没事儿。什么？你那个屏幕是不是你做的呀？屏幕那个视频，视频，不好意思，还做了个屏幕视频。怎么不是我？还是有谁？我都看到，你不是控台做的吗？哇，他语速好快哦！他说的啥呀？我一开始还对李星宇很失望来着，现在波波。那你们一次没有看出来是我？什么？我说你一次没有看出来是我。我意会到了，但我对意会到了。哎，你不说，然后你失望了，然后你又把功劳给了控台。都怪控台。还好我有奇迹。你在看直播吗？没有。啊，我在看啊。要你在看吗？啊？
啊，现在在笑，在鼓掌。然后你说延时。现在在鼓掌，在鼓掌。好了，那你生日快乐了吗？好的，谢谢。他说你生日快乐了吗？生日快乐了。这是个问句啊，这是个问，什么叫生日快乐了吗？哦，快乐了吗？视频你感动了吗？那个萌萌在吗？热巴在吗？他走了。哦，他走了。我要挂电话了。啊，好吧。啊？好吧，啊，再见啊。李星宇，不要哭。没有了，没有。我的生日公演还没到呢，李星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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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谢谢你啦。哎，你波波，下次请。请你一定跟你去吃龙虾，就你离别人都远一点就可以了。好，好的好的。啊，你的礼物我也收到了。好，怎么样，贵重吗？开心吗？你带上吗？你没有。嗯、对，就我觉得太宝贵了，需要收藏。对，收藏。收。哦，好吧。哎，那问你现在就是九九和我，你选谁？九。什么？九九和你选谁？我这里正好卡了一下。对。合法妻子，你好好，你好好回答。你应该对着摄像，你对着他，他说。我听说今天陈琳是 X-ray 的成员。我喜欢大家。我最喜欢我的幸运星，幸运星独一无二。好嘞，挂电话了，再见吧，哼。你以后的生日公演再也没有人给你，他挂了。挂断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哦，他打了两个呢。哦，就是刚刚那个。还好我听到了，你都没有听到。嗯。陈琳，汪嘉玲说她刚刚正好要去洗澡。我现在特别想让你把那个蛋糕吐出来。吐蛋糕什么蛋糕？哦，那个蛋糕。哇，你都忘掉了。不好意思，谢天一，我好难过呀。哦、我都忘掉了。这个还给你，这个一起来来来，还给你，还给你，送给你，不要客气，拿走拿走。我不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陈琳的一片心意被我们遗忘了。耳环，但是耳环拿过来，这的确是我。入团以来第一个给我 surprise 的人，虽然还被我发现了，对，就是一般都是当年都是我买了蛋糕，然后请大家一起吃嘛。后来就没有蛋糕，然后再到现在有人送我蛋糕，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陈雨林。哎，今年有很多人给你过生日。对，他受打击了，你看。啊，你受打击了，爱你套娃，爱你。你刚刚说你最爱你的幸运星，我都爱。小精灵老师这节课要教给大家的是重生，不好意思啊。嗯，然后还有什么要对你的粉丝说的吗？对你的幸运星。居然哭了。对不起，陈雨林，是我的错。谢天一，你看看，你就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不记得他送的蛋糕呢？啊，陈玉玲特别用心，就他就已经晚上了，我都准备要睡觉，他跟我爸说，啊，你要不要跟那个就是他给陈玲准备的，我和汪嘉玲都忘掉了，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去那个。我后来其实也有看到那个蛋糕，而且今年的确是有很多人给陈玲过生日，很开心。对，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前了，气死我们了。对。对都是我的错。得得得得他还犯谁告诉我，他是一心一意的人吗？哼，你也是渣男。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可以问问他浪几个。嗯，可以问问他浪几个。浪几个？我没哭。你只是眼睛出汗了，我知道。那套娃还有什么想要对陈琳说的吗？没有了，快再指责一下。我会陪你去迪士尼的，别哭了。啊？我会陪你去迪士尼的，别哭了。我不要你陪我去迪士尼，我跟谢天一约好了。哦。那我就去汪嘉玲家里好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好了，别哭了。我没哭。风太大了。好的。我今天感觉今天是我好难做人的一天啊！啊，
以后要好好做个仙女啊，做个仙女吧。对，然后就是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过生日。对，已经不早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应该是一般，等一下我们还要、哦、对然后最后大家祝陈琳生日快乐。谢谢大家，真的大家辛苦了。就冷餐也有几个人因为为了布置外面的那个东西然后没有来参加我的冷餐，辛苦了。然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然后希望就是像粉丝们，就是无论谁的粉丝都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身体健康方面。对啊，我是真的很真诚的，并不是说肾没了这一块的事情啊，我是就是很真诚的希望大家你不要强调，我本来还没往那想注意健康，就是因为之前有听说就是我的粉丝当中也有几个身体状况出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嗯，保持良好的心态，嗯，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希望你今后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对，这点希望大家可以伴随偶像，然后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我什么要浪吗？不浪不要浪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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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我要一心一意只爱汪嘉玲。不是李星宇，你看到了吗？李星宇不要哭，李星宇不要哭，没有陈玉玲，没有我没有眼泪，我喜欢陈玉玲，汗水又，我喜欢谢天一，我对陈玲不感兴趣。李星宇 FT 我最喜欢你。哦，今天暂时先没有 FT， 对，但我永远都是差的人。陈玲多说多错。哦，对不起，多说多错，我错了。好，那么就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公演曲吧。耶、yeah.